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宝。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看不清我，不过没关系。但是呢，今天本来想回到宿舍给大家拍一下月亮的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是到了宿舍，已经走了得有十多分钟了，在这院里真的是没有看到月亮，就是连个影都没有看到的那种。怎么说呢，感觉今天应该是看不到了，今天应该是多云，没办法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主要是本来想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月亮，因为我们昨天是昨天吧，是昨天上语文课，就是一人翻一首诗，然后到我的时候翻译了一首，然后今天我看，哎，正好就是那个时间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的月亮。对，哎，不过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诗，是哪一句？对，但是我真的就是怎么说呢，真的转了20分钟了，快，真的是没有看到，每个咔咔狗狗都看了，好像真的是没有看到，没办法了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说吧，今天真的尽力了，好吧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